晚上带女孩去酒吧，然后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就昨天晚上好像喝多了，就不知道怎么地就在你床上了。啊，昨天晚上你在我床上睡着了？对呀、啊。那你会对我负责吗？负责这不是，我当时就喝多了，我没做什么，我也晚上咱俩都喝多了。对啊。咱们两个一男一女，然后喝多了。是。你要说没有发生什么，你信吗？我信啊，我肯定信。我不信。不是，当然衣服都穿得好好的，那也不会发生什么，对吧？但是咱们都喝多了，发生什么谁又会知道呢？反正就是，我也记不清了。但是如果你对我做了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呀。啊，不是不是，你这话说的好像我给你放到床上似的，那不是哦。也有可能你对我做了什么。不是，我没有，我。那要是你把我放床上，你不得也对我负责？那就对你负责呗。嗯，对了，虽然谢谢你啊。是我。嗯哼。你就是谢你充当我女朋友呗。女朋友啊？对。女朋友的话就无所谓，但是你亲了我呀。我当时那个情况我也没办法，确实是让你受了点委屈，那我给你补偿好吧。补偿？对。那你答应我一件事。行呀，不就一件事吗？说。没想好，以后再跟你说吧。行，那就先欠着你，但是要求不能太过分啊。等我一下，我上个厕所。行，那你注意点啊。都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哎，怎么这小子阴魂不散呀、啊？丁丁，你没事吧？